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了，去买个电视。我老婆想看电视了，刚好我嫂子也去买电视，我们一起去。俺家要往房顶去，走。我拿着呢。我老婆说钥匙给。走，出来啦。其实我老婆。其实我老婆来到中国，她还挺习惯的。我问我老婆怎么样，我老婆跟我说可以，挺好的。我老婆一直都很高兴，就是我老婆有点忙，这几天收拾屋子，把我们家屋子，然后这边的地也打扫，打扫这边的地，然后就是我们家住在是二楼，三楼那边。往三楼去的那个楼梯口打扫到这个拐角这边，然后往下来打扫到这个楼梯口这里来。哎，衣服又脏了，刚换的衣服。我老婆不让他抓。衣服一会儿又脏了。走，走了，走走走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啊，走走走，洗一下，走，走啊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呀呀，不要往这上面。啊，去去去找妈妈。这是我的车。走了，走了。上车，上车。妈妈。啊，安吉拉每次上车都很高兴，慌里慌张的就往车这边跑。爸爸。哎。啊，好好，从这边上。从这边上。好，上去吧。那边爸爸要开车呀。那。这个关过那边嘞。可以。我你带着猫，那你没事干了吗？你开了。我老婆和他表哥炫耀呢，说我们买电视呢。嗯。几杯。Hello。四郎杯 ，DV， 咱俩 DV 呢？没事。刚刚的看一下，竖了大拇指。这电视比较大，我老婆说要个大的。这个是65的，这个是55的，这个是多大的？啊，45的，35的，25的。给。啊，这个，我大侄女，我大侄子。哎。注意你的形象。这个是我妹妹。啊，我侄子。我老婆又开始跟我二舅嫂子炫耀了，炫耀我们家的车，炫耀说我们在这买电视，房子已经炫耀过了。我二舅嫂子。嗯，谁？哎，你，赶紧来上车。花，这能的车吧？这个，
啊，上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啊，去去开吧，这是姑姑的车，这是姑姑的车，去吧。啊，去开车吧，啊。我老婆要炫耀一下我们车里面。好了，好了，我跟我老婆说过两天给她买个这样的车，然后我老婆现在这个车是我妹妹的，然后我老婆又开始跟我二舅嫂子说呢，过两天要给她买车。看，我女儿在这里面了，走，开着车走，不走啊？啊，开车走啊！滴滴滴滴，没有车钥匙。看这个高兴的。对。爸爸也问。啥？你问。那爸爸不坐。我不坐。安吉拉非要让我坐上去。爸，给你去。不走了，和他哥哥在这玩呢，跟他说让他走，坐车回家。等一下人家把电视送到家里面，他不走。非要坐在这里面。鲁淑婷，谢谢哥哥。啊，谢谢。说谢谢。我老婆正在和我二舅嫂子炫耀中国的这个冰箱。看我二舅嫂子，安吉拉吃干吃面呢。刚才去我舅那里，然后就是给他这个干吃面。我舅的那个商店就在这个旁边。啊，我二舅嫂子他们两个在聊天呢。先炫耀的是房子，再炫耀车，现在再炫耀电视，然后再炫耀冰箱，到处炫耀和他的家人。安吉拉看动画片呢，电视安装上了。刚刚安装上，一安装上，我老婆就说赶紧给安吉拉选个动画片，让安吉拉去看，这样可以帮助安吉拉说中文。哎呀，跑到那上面去了，跳舞呢。在那边，在巴基斯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电视每天都是我丈母娘霸占着，不让安吉拉看。和舅舅一起玩。哎呀，高兴呢。在跳舞高兴呢。买个电视，我老婆高兴坏了。刚刚安装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在充电，他就和我丈母娘在炫耀。哎呀，开始让充值这个会员卡了，年卡。充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只能看这一个动画片，或者是所有的动画片都可以看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我老婆刚才还说呢，中国的电视怎么到处都是收钱呢？手机收钱，电视也要收钱，买电视看还不行。我老婆纳闷了，问我说为什么要收钱呢？有电视可以看不就行了？因为我老婆的那个，他巴基斯坦的那个手机上的软件啊，来到中国需要收钱才可以看。每个月30，我老婆就特别的纳闷儿。
安吉拉往后退，你坐在这个凳子上面去，快点啊，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啊，坐那里，很大部分都需要 VIP。 老公怎么了？有那还没有那么危险，有那么危险，有那么危险。啊，我老婆说安吉拉的这个生日的时候那个拍的那个视频啊，放到这里面，那个是不需要VIP 的，不需要拿钱的。好了，安吉拉不看了，还趴在这里玩这个盒呢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